好，张总，剩十五分钟。好，电池剩下十五分钟了。没问题。给我编，耶，谢谢。你要插上头发。剪完，剪完。这是摄影机呢，是。来，班长，插位哦。哎，喂，要插位哦。有了，大家都入镜。别吓到你们，怎么办？我遮镜头了。班长，你看我干嘛？赶快戴遮雨帽！哎呀，挡脸，难道挡脸啊？挡脸，我们到底是玩什么挡脸呢？换招挡脸，胖子，帮你拍我们。来，我们班长拿着，后面，我拿着。好，班长自己交。对啊，现在的。这里的人在，我们被你们前后夹击，前方跟后面夹班之下，找到他们在。挡脸，见完风都不。看了几回，就要结婚。六岁的你妈。为了大哥要去洗澡，没钱的话，收了四百个龙鱼，让他离开我家。他在厦门过了一夜，隔天才上船，身上穿着只有过年才能穿的衣裳，妈妈为他缝了一个像他的娃娃，为他和你作伴，什么都别怕。一二三，请感恩礼。一二三，请起立。每天晚上，全体老师及家长请起立。大声向老师行谢失礼。因为我没哭，没有，没有，因为我被我爸抓走了。人才不会。我爸今天生日，我爸生日我不陪他应该是吧？对对对，老师请。哎，讲话。那个，你觉得什么时候头发会掉吗？四十岁的时候头发掉。四十四，然后四十三吧，我感觉。四十三，这怎么编号？四十三那边宿舍啊，我大一的时候，然后同学也是四十四，我都忘了。四十四，对，四十四，四十四六。十分钟，你要讲你的 IP， 你的 IP 什么 IP？ B 九二零，二一零二四零二三零一五九，请数位，2102402316，你讲都是上网，下载音乐，都在写家吧？在写家吧，我写程式，我没有办法，哪里写程式？明星电视，我是他的小博，今天是小博，哎，今天毕业典礼，在满天没有星空的时候，我毕业了。出生的女王，专题不要再被老师念了。她有虚弱的身子，追逐千里外。看不见的另一半在心碎的路上，千头万绪在心里转，突然发现残缺的不是月亮，是命运啊。重复到什么时候才给圆满？他曾向你找出个像他的娃娃，有他和你做朋友，什么都不用。讲解啊，讲什么？四年来学到什么？四年来学到了，进在不言中。然后同学会你要找我，谁要办同学会？谁要办同学会？就交给我们伟大的班代吧。班代，班代，要叫男子汉。男子汉。
人展，你要送花了。送一束给，拿两束吧，马六跟梅子一人一束，我没有一束。